咧咁辛苦，係誒，今日嘅人數咧，其實夠唔夠去支持誒買票？應該夠。三條線都見到企滿曬人啦，希望即係多啲市民出嚟可以支持反對呢一個惡法啦。嗯哼，擔唔擔心今日萬一如果真係唔好彩通過咗之後咧，你自己都會可能成為一個邊緣人？我唔係十分擔心我自己本人就，但係你話嗰個惡法嘅意思就係令到人民動輒得啟啊嘛，即係我唔知道自己幾時犯咗法㗎。啊、可能我犯了我都不知道，這個才是令到香港人最害怕的地方，人人都有機會啊，沒錯，是謝謝。